相对高。我这不是想你们，太贴心了，来看了我吧。啊，你好，大家好，你们好，各位好。不是我们刚才其实在粉红在地下里面，在视频里面已经看到了，其实你和我爸时而冷酷，时而可爱，绝对是百变男神。那想问问说，在这个新的电影当中，你的赏金猎人里面，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什么样的角色？일단극중직업은경호원이고요이제처음으로액션코미디였는데그냥이제코미디담임도전을하게되었고개인적으로정말육해상태홍키랑오락영화를하고싶었었는데이렇게오락영화도여러분들만나게돼서굉장히반갑고 우리크거형이랑네아주좋은작품을만들어보고싶습니다看来两位交流得很好，你今天还没对。首先呢，我在这部影片担任的一个角色是这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 bodyguard 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呢，我们这个影片呢是一部那个动作喜剧片。然后我本人呢是一直想挑战这样的一个喜剧片的这样的那个类型的。然后这次呢，我终于非常开心的、痛快的做到了这一点。然后呢，也是在我身边的汉良哥哥也能跟他一起合作，我本人非常的开心。叫你哥哥了，哎呀！在画面上可能看不出这个，这个样子，但实际上是有那么一点点。对，但是没有。其实你的第一张专辑我有买过，所以今天在后台一听说你本人来了，我就一直很激动。现在我亲眼见到了，你还是我心目中的小太阳。大家好，我其实跟大家常常见面的所以不用特别的还关注大家，但是可能是我第一次见Minho， 我刚刚学了一句韩语，这句话叫做欢迎欢迎welcome to China。就是说其实你靠在影片里面呢会要也要挑战这种动作喜剧片，那你以往给大家都是霸道总裁的这种形象，接下来在这个电影里面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吗？其实现在还是在前期的阶段，就是还没有开始正式拍摄但是我看到这个故事呢，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小组，就是里面让我感觉有点像特工，就是一个小组，然后去你们俩是一个 team 是吗？有一些任务我们几个 team， 然后有分工，然后也许是一个文一个武，也或是一个比较动脑子，一个比较会身手比较好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应该卖一点关子，就是不要让做太多。对，你想挑战身手好的，还是想挑战脑子好的？我其实到现在也不确定那个里面小组的任务分配好了没。如果可以再选的话，动脑的比较轻松一点。动脑的轻松一点。사실이제저희가여배우들이지만물론여배우들과의케미도좋겠지만저희아마둘의그케미가엄청난것같아요角色，然后当然我们影片中也有一些我们的女演员，我相信跟他们的化学反应
说的是我经历过就颜值最高的男神组合。那如果两位就是亚洲超高颜值的男神两个人合作的话，你对于你们俩的合作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呢？저는일단중국어가굉장히많이늘거라는생각이들고그리고처음으로내또작품으로는한국배우같은사람들과함께하는것들이굉장히기대가됩니다首先呢，我觉得我的中文水平肯定会大大的提升。然后再一个呢，是我是第一次跟我们的中国的演员们一起合作，中国的导演们一起合作，所以非常非常期待这样一个合作。对于他这样很官方的回答，灿良，我觉得你应该稍微要说一点什么。我应该说一个悲观的吗？悲观吗？我跟然后可能不大一样，就是我跟韩国好像特别有缘分，就是在我十多年前我就跟韩国演员合作，然后在这十几年来陆陆续续有跟韩国的演员或者是韩国的团队导演合作过，所以我其实有那么一点点习惯韩国工作人员的工作方式。然后给我的印象就是像我现在其实在跟一个韩国的团队在录一个节目叫做我去上学了，那我就体验到韩国其实他们的团队非常认真，非常的能熬，就是他们为了做好一件事可以不计时间，就是可以很认真，很认真，每天16-17个小时工作，然后回去还要开会，就是让我们见识到一个很不一样的团队，所以我很期待在接下来这个也是韩国团队的合作之下可以有更多交流，然后学到更多，也希望可以多一点互相的加油学习。我觉得两位男生又这么帅，然后又这么聪明，我相信说，我觉得一部影片拍完以后，他们一定中文、韩文都会突飞猛进的。对对对，我就是这么一直没有持续的说韩国。刚才那句话还记得吗？刚才那句话呢？叫什么？当然记得了。欢迎。欢迎啊，韩国老师。欢迎，教一下，教一下。你教他一下那个正确的发音是什么意思？讲一句，不要超过5个音啊。欢迎老师，반갑습니다，반갑습니다。嗯，对。你知道人家教那个是什么意思吗？你会学？放起来。为什么一句欢迎光临有两个说法？因为它有就是比较亲切的一种说法，就是大家是兄弟之间的。然后呢，也有一种就是非常比较客套的，客套一点的就是好小气的。对哥哥一定要这样的，对。我回去好好练习。好，我觉得今天两位男生在这里特别好玩，特别可爱哦。那也请两位在我们的这个赏金猎人的背景板前。那个合影留念，让我们的媒体朋友们拍照。对，你们可以往前一点，带光圈，对对。那化学反应。手机。这么高超，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临时，就是我们工作人员想出
翻译他的话，他听不懂。我听不懂，哦，真的吗？好好看哈，那灿良，要不这样，哥哥先来。小哥哥先来，好不好？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呢在现场呢，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然后后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句短语，然后我喊停，然后碰到你碰到哪一个，然后就是我们灿良就要用自己的脸部的表情和肢体的语言给我们表达这个意思。不是这个啦，不是这个啦，会有更简单的，你不要，这个是最难的，最难的。对，比如还有什么警察叔叔啊，各种各样的，就我也不知道会准备什么。您先看在前面好吗？没有，不要在这个字上面上台。没有，我们等一下会给你一个道具板，然后有一个这个悬赏的通缉令，你在里面摆一会儿，好吗？现在前面，我们先大屏幕开始，不能练习。一遍过，对，先看他哈，我们先大屏幕滚动起来，3、2、1，停。这个，呵呵啦，呵呵啦。等一下，我们来，有请上我们的这个道具板。我知道什么意思了。